佳丽真的是爱发如命啊。镜头切一下，我们看一下三号佳丽。嘿，美女，你怎么这么美？天生的。交个朋友吧。想得美。你为何如此高冷？长得美就是这么任性。这么傲娇，给你个最佳娇媚奖吧。接下来是来自斯科梅亚克村的四号佳丽，芭蕾舞。现代舞。踮起脚尖，提起裙边。抒情舞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我可是样样精通呢。那就给你个最佳才艺奖吧。现在正在场上的是五号选手青蛙王子。参加本次大赛，我没别的目的，就是要拿到健美先三奖，然后抱得佳人归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是最强壮的青蛙。哇哦，如此健壮魁梧的身材，必须颁发健美先生奖啊。最后上场的是人称粉红女郎的六号佳丽。观众朋友们好，评委老师好，我是杨粉粉，粉色是我的最爱，你看我的指甲，我的裙子，我的皇冠都是粉色的，我的冠军梦也是粉色的，我希望颁给我的冠军奖杯也是粉色的，嘻嘻嘻嘻。好，评委会满足你。恭喜青蛙王子和粉红女郎获得2016森林选美大赛的两项终极大奖。